还记得小时候家里常常念叨的那句多吃鱼变聪明吗？鱼类富含 DHA、 Omega 3、 脂肪酸等多种营养成分，促进我们的大脑发育。但你知道吗？不光我们人类需要多吃鱼，植物也想要这份鱼类聪明营养。在纽西兰有机杭白菊种植基地里，科学家们布下了一道道黑色管道，这些看似普通的黑色管道其实是植物们的上菜系统。别以为里面流的是平平无奇的灌溉水，那可是一道精心调配的深海鱼汤。是的，你没听错，这些管道里流出的液体是用深海鱼类提取的蛋白质制作的液体有机肥，简直就是植物们的米其林大餐。除了营养丰富，这些鱼蛋白液体肥还含有一种神奇的酶种催化剂，就像植物的私人健身教练，帮它们增强细胞活力，还能给土壤里的微生物加满能量，让土壤变得更加肥沃，更加能锁住水分。每一滴精心调制的鱼蛋白液体肥都是纽崔莱对自然的承诺，让植物和土壤在智慧中共生，守护我们的未来。